不是，那饭堂再开我你也要过来给我报个到，那开就开嘛，那怎么的，不让人说是吧，就我下次说他的时候他也把嘴给我闭上，我不管谁开的我啊，就没那么多。这东西怎么说呢，我去饭堂的时候我也开别人啊所以你这东西别人说你说就说呗，而且本身就不是一个很好的赛季。如果说真的你在乎，如果说真的在乎那么多，就是什么怎么说呢，一个人对你一个人想，一个人对你一个人看法，你在乎那么多的话是不是太累了。我的评价是不如不活直接去死的。我猴子没有那味儿，我猴子绝对有那味儿啊，我只能说学啊，我只能跟你们说学。你不会跟我说是打微博那把没那味儿吧，那把真没有办法有味儿啊兄弟，绝对玩不了啊。那个我跟你说是英雄问题，就你选猴子打淑女的话，你就是可以打的看起来挺有效果，但实际上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用，你赢不了，什么都是白搭。我从来不觉得什么，我从来不认一句话，就是什么你把别人爆了但你没赢，然后你队输了你没输，那你妈逼那谁输了，你告诉我你不是那个队的人呗，是这意思吗？绝对不行啊，这把感觉有点难赢啊，他们这阵容啊，我感觉我得像个神一样这把才能赢啊。这能抓到人啊，这个暴虐真就从脸上来的。啥走位呀，铁子。啥走位啊铁子，哇他这个减速这么明显啊，这回荡铁。
哎呦，你妈逼，你真当你是战神啊，你真当你是啊，这侠直接被秒了呗，这鳄鱼啥情况，就直勾都走过来闪现咬住，然后一套就给秒了。